谢。快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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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坐。这东西很厉害啊，这个铜的不是铜的金话筒啊，这是定制的吧？对。哦，听人讲过哈，大牌歌星都是这样啊，包括很多港台艺人呐、欧美的都是要带自己的麦，一支麦就很贵很贵。以后我要是有了钱，我就弄一金扇子说相声。我觉得行。我台上用不着，我台下防身使唤。对，你上次来唱了几个歌，也有几个歌，后来观众喊出来，我们都没来得及唱。今天是个好机会。好，好，来，来，你不必收场，来一两句，你大伙儿过过瘾就挺好，是吧？比如说有首歌叫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哦。给大家唱两句哈。好。啊，不用站起来，你坐着。再大点，我听不见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把助听器带上。到底多爱你，到底多想你，窗外的人行道下过雨，蓝色热带雨它没有说明，在玻璃后对我弹着琴，心会不会痛，脚步重不重，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，反正想你就想黑咖啡那么浓，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，这么近距离的听确实是感觉不一样，真挺好的啊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我也有助听器。你以为就你带呢？真挺好的，好不好？好。什么还要一个？再来